各位 iBike 嘅朋友，你好，我系 Gigi 梁永琪。好有意義啦，因為一個咁靚嘅電單車，咁希望有買家可以用高價投得，咁到最後可以幫樂施會啊，同埋幫即係理工學院籌款。而家又油缸都係用人手學生揼出嚟嘅，嗰、那個位啦，同埋個燈啦，同埋個沙板啦，尾沙板、頭沙板啦，全車嘅電道啦。同埋側邊嗰兩塊冚咧，都係用人手做出嚟嘅啲學生。覺得有咩意義啊？係咪？好特別，因為其實我雖然我唔識揸電單車，咁但係我咧拍過關於電單車嘅電影，即係譬如有《烈火戰車》啊咁，咁都坐過下電單車。咁但係我始終都冇一個膽量去揸電單車啦。咁我好佩服啲人係好有膽去即係公路上面飛馳，咁即係都係最緊要唔好超速啦。咁希望大家可以投得呢一部電單車，咁即係買到自己心頭嘅。其實啊，我對電單車認識都不是太多。咁但係我覺得電單車揸電單車咧，除咗要型之外咧，咁都要安全咯。係咁有時見到啲頭盔啲款式好靚咧，都有個衝動好想為咗戴個靚嘅頭盔，然之後去學電單車。咁但係即係屋企人啊都覺得好危險，我自己都覺得好危險咯。咁所以暫時都未有勇氣去學。